大家好，我是小勇。大家好，我是秀丽。今天回老家来了哈，回老家来，这个带着俺娘去机场吃个饭，然后呢，这个让秀丽来收拾收拾这个出去一些用的东西啊，这水袋这个啥的都洗了，晒了晒啊。这个车了，这个放到家里院子里边了啊。小白了也丢到老家了啊。俩娘死了，这个够信任我了。信任你了，嗯。秀丽，送给你一样东西。啥的纸张？哎呀，外边酷酷，里边好。嗯。你揭开看看。袋子里边换一下，你看脏了。里边还有一套这个袋子，这没开包装了。豆豆。揭开看看。啊。这买了这个。这个算是这个算啥我也说不上来，这叫啥啊，冬天穿了，夏天还能穿吗？呀，一个这好几百了。嗯，你大夏天来给人买个围巾。嗯，这是围巾啊。你围上看看，披肩搭到肩膀上。咦，多丑。不懂了，组长。摸得挺呀，这料好着了。这是点啥玩意儿？都让披着盖住，夏天都能穿。都让滚，对，不是滚，你要多美啊！这个单你买了个单没有？买了个单的豆豆想床单的没有？想呀，这正儿八经的上等的好货给你买了，这是。床单呢？这衣裳啥的都用洗衣机都洗完了啊。这个呢是给小豆豆买的礼物哈，啊，用手赔那个一，然后再赔二赔三啊。老师教了哈，他是这样。这个鞋弄的啊，然后这个想哪回我就是啊，那不你那不是喊那一二三了？不是，他是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。那豆豆不比那啥子？嗯。呀，走的时候新整这的一个车，你看你走累他呢，说猪窝呗，比猪窝还脏呢，那猪窝起码还干净点儿。辛苦了啊，这一弄一扎整了跟那新家伙。嗯，看看吧，老脏了，没见过你这脏的。嗯，哎呀，你还得上锁住这都什么呀？哎，坐前面得劲儿啊，这个坐的往上弄啊，开的空调了，安全带一拉啊。这个到大姐店了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俺爷爷啊，叫俺这个慧慧姐拉过来了，一块这个吃个饭去啊。这个不用介绍了，俺娘这个基本上这个很多朋友都认识啊。这个是大姐啊，这个是俺大姐夫啊，现在这个收摊啊，收摊找个饭店啊。辛苦了，你辛苦了啊。看咱这个小摄影师，叔叔阿姨好。妈妈，你也不许坐这吧。妈
啊。还弄了这个八个菜啊，这个是俺娘好吃这个。二妮吃饭了啊？认了我不？用的酒。啥？用的酒。用的酒。我不管你吃谁。啊，吃饭完你别玩手机了，中吗？啊。没啥想吃了，点了不合你的胃口啊。我点了刚才，我也是饿的。那你是吃不？不吃。嗯，老家这个鱼吃还是老味儿啊。吃吧，都别做家，点了菜多。对。吃白夜啊。啊。这个菜都上齐了啊，啊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八个菜，然后这个让爷爷一会儿再喝一会儿小碗烩面啊，酸菜鱼这个是最硬实了啊，还有这个花鸡汤。呀，这些喝不了啊。这个是老家的烩面，8块钱一碗啊。对，吃呗，都吃点呗。对，现在开始打包了，啊，这都不是剩了，这是不算剩啊。这把饭这个两点到家了啊，干农活的，把剩了这个棒子都打落它啊，也是一笔这个巨资啊。这个棒子说实话哈，不是很好啊。看看吧，用这大棒子机啊。现在的地都包出去了啊。还剩了一块不呢？剩了一分。剩了一分啊，其他的都包出去了，800块钱一亩啊。所以说今年这个都不用这个再整这棒子了啊。再把这些招呼的干净砸喽。吃个老冰棍儿。你拿个冰糕了不？给多少个带上？那个赔了。种高粱了。赔了，你说赔了，这肉都卖了。啊。包高粱了。啊，肉都卖了。不是他旧厂的包了。不拿旧厂了，是个人包了，就。个人包了。赔了，这肉都卖了，今儿最近话今儿拿了。过了这个半个小时的奋斗啊，把这个玉米跟那个芯子都脱离了啊，装袋子里之后，不用养吗？养啊，俺过柴子，你咋我了哈？啊，今年一过柴子干净了，两块钱不是？我听咱娘快八千斤吧，这会儿。多多。这小贝你养的了吗？中。啊，好嘞。给小贝弄点水喝喝啊。哎呀，活干完了啊。给小豆豆喂他吃了。咱再吃个瓜个这哈。哎呀，这个瓜不孬啊。王秋丽发表两句。不理我。呀，俺姐都说了明白话。啥让啊？多少块钱？就干了。嗯。